迎来到思想国文化讲坛。今天我们请到了重量级嘉宾陈丹青老师，大家掌声欢迎。大家好，好像外面还有一些同学进过来了。虽然我讲不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但这儿还有很多地方，我来这样子。我是有点走私了，我刚才得到一两个电话，是大概是我从前清北的学生过来，我后来看不清这么多年，我是还没有进来的，反正这个椅子也空着，没有关系。我应该在这儿讲，还是在那儿讲？因为他们说话筒声像那样的话筒比较好一点。因为你们坐在中间，所以说我在中间讲。中间讲我就得老拿着点像上台的配合。您坐这儿，这边看着。行，我可以分三个地方讲。没关系，不一样的。台上很多地方，因为就在那几个钟声就过来，我无所谓。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可以讲，就是让他们想走就可以走了。什么？过道上走啊？让过道上的人起来一下是吧？先往上走吧，就跟坐公共汽车一样。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通常都是让叫我来的那个人给我出话题，而他给我出了几个话题，最后我就说，那就是说大家不是这样，叫我眼中的中国艺术。这边又坐下了。因为中国艺术这个词啊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去年是2011年，100年前辛亥革命所以有了中华民国，然后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我们简称就叫中国。但是1911年之前并没有一个词叫中国。然后艺术也是这样，艺术这个词包括文化，什么美学，什么哲学什么批评这都是日本过来的词。我们现在随口就说中国文化怎么样，中国艺术怎么样，这两个都是外来词，刚刚通行了100年，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两个词并不是中国的词。所以单是这一个词里头的四个字就是不是中国的就有问题，就有问题。唐宋元明清从前不叫中国，我大清，然后我唐朝，
啊，我朝廷啊，然后怎么样，没有人叫中国的啊，说我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这句话的啊，可能你不能说他不是中国，最地道的中国啊，所以这是我遇到第一个难题。然后我到有些大学啊，尤其是艺术学院，他们通常会叫我说，陈老师，你跟我们讲讲世界艺术。然后世界艺术也是有问题的一个词，而不在于这个词本身，而在我要问清楚啊，你说的世界是哪里？这么大一个世界，一个地球啊，你们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好像有个地球在那转，我怎么可能说这么大一个地球上的艺术？然后我听出来了，他们要我讲欧美的，然后欧美的好，那么到底是美国还是欧洲？这又是两块完全不相干，当中隔个大西洋。哎，那他说美国的，美国我说艺术有好多艺术啊，你要说纽约这一带的艺术，波士顿的艺术，还是芝加哥的艺术啊？那么好，行了，别说了，咱们说欧洲的艺术。那欧洲更麻烦，欧洲这么多国家啊，有些国家我们现在很少提到，比较的葡萄牙，你们可能从来不会想到葡萄牙，葡萄牙也有艺术啊。然后什么芬兰、冰岛啊，你当然可以说几个名字出来，但是其实我们平常几乎不了解，是我也不了解什么是冰岛的艺术啊。我曾经在纽约看过一个芬兰的展览，我非常害羞，我原来这么无知，我小时候看过一些画，我根本不知道那是芬兰的画，十九世纪的一些风景很美啊。好，他说你就讲最牛逼几个国家，最牛逼意大利啊、法国、西班牙、德国啊，那英国讲绘画讲不到英国的，英国画家一直到十八世纪都是看到欧洲人就很自卑，就画不过你们，哎，很土的一个地方。他们说欧洲叫 continental， 就是大陆啊，不能从大陆来，咱们叫英国很土啊。所以光是一个欧洲，你可以知道你讲不完，其实你有很多区别在里头。你说法国呢，就很麻烦，非常麻烦，因为到十六世纪的时候，法国还没有自己足以自豪的法国的油画啊。法国艺术史讲到十六世纪就只有几张画啊，什么亨利一世的肖像，什么看着像农民画的一样。那后来到十九世纪牛逼大了，几乎最牛逼的人都在法国，可能早几百年都没有了。可能同时期十六世纪、十五世纪，意大利牛逼全在意大利啊，而且差不多牛逼完了已经，就是唯一不是晚期了已经。然后你真的到意大利去看，你吓坏了，是十二世纪、十三世纪，相当于中国元朝到明朝的时候，很牛逼的壁画已经出来了，你画册里根本看不到了啊！你随便到一个农村去啊，你上厕所经过一个走廊，我把你吓坏了，你走廊墙上的话，你一过十三世纪，好的要命，耶稣怎么样？这个跑到埃及怎么样？然后那钉十字架又怎么样？画的好极了，好极了，我从来没有在画册里面看到过。然后到它爆发出来，我文艺复兴的曙光啊，是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那十四世纪整个一百年，你简直看不完，比这底下脑袋还要多。它的一个墙上可以画这么多脑袋，每个脑袋都不一样啊。因为什么诺亚方舟啊？因为什么摩西带着大家分开海跑到哪去？什么这些？那到十五世纪左右，就出现我们知道的所谓达芬奇啊，什么拉斐尔啊，什么你看不清楚啊，就所谓文艺复兴三杰啊，这个那就太多了，就根本说一个晚上根本说不过来的啊。而我现在去了几次意大利，我才发现我最喜欢的不是这三个人，是前面是他们的老师的老师啊。马萨奇奥、Angelico 啊、Francisco 啊、Lippi 啊，这是这样些人。而这样些人，你还不是跑到什么罗马、佛罗伦就能看到？你还得坐汽车，你得到山里面去，很多小城，这样的小城中国绝对没有啊，就跟十五世纪一样，一模一样。你跑到那塔顶上往下看，就跟他画里面画的一模一样，什么都没破坏。啊，教堂里看到那梵字太多了，一双眼睛根本不够用。哎，而你看出来你会非常累，眼睛受不了，消化不了，太多太多了啊！可是你现在到中国十五世纪，也就是
明盛期、明中期和明晚期之间，十五六世纪，你到哪去看？你告诉我，在座有没有研究历史的？你说中国有一个城，一个小城在，比方说江西或者在安徽有一个城里头全是明代的艺术，没有这样的城，一座都没有，啊，一座都没有。所以想起来，你叫我讲中国的艺术，我不知道讲什么。好，听了这个，底下学生已经烦了，行了，陈老师，你给我们讲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又碰到这个问题，德国的当代艺术、英国的当代艺术，啊，现在是全欧洲最厉害的当代艺术。可早些啊，法国厉害过，意大利厉害过，西班牙厉害过，啊，荷兰、比利时一点都小看它，国家小的要命，几千万人，哎，这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当代艺术、现代艺术一个脉络。所以你们一句话就带过了，说老师给我们讲当代艺术。我不知道讲哪一个啊，那他说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你要跟我们讲，但我说你不知道，你先要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啊。你如果你想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那真的我们只好散，就咱们回去看点常识，然后再聚在一块儿啊，你就可以跟你爸讲啊。所以我现在绕半天回来，是个邀请我的人在哪里？刚才在会议当中就没看清。哦，是你邀请我的吧？老师，对，你要我说的中国艺术，你指的是哪一地区的哪一时期的？或者在座的同学说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说大话，我们打开电视啊，咱们中国文化怎么样？我们现在活到发展，我们全是放屁的，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啊，你要非常具体啊，你告诉我咱们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啊，博大精深，动不动五千年，你讲哪一时期？有没有？跟你讲的挺深的呀，你看。其实我本身就很聪明，然后其实是这样的，就本身那个叫陈老师帮我们就讲个话题，然后他让我想，然后我想了好多，然后老师说不行，然后可能就我个人的涵养不够，然后其实这个话题是我看到他之前有说过这个话题，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就做这个话题，然后没想到我之前说过我演出的中国艺术，我说过这个话题。那可能就是我们年轻人太相信度娘，就是百度上找了，所以就特别是我一点没有在怪你啊，就是开玩笑啊，哎，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问题。我其实也是这样，我很经常随口就是中国文化怎么样，中国现在什么什么这种，哎，其实都是大话，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满口大话。我喜欢听温家宝说话，前两天说的很具体啊，手贱词啊，他是管家，哎，他家里面有多少家当，哎，这家当现在情况怎么样，哎，这个后院怎么样，他得清楚啊。就我不是管家的，我就是一个现在这个个体户啊，我对我自己画室里的多少画我也搞不清楚啊，所以你叫我讲我的画室里的艺术，我都非常困难啊，但我还得讲下去。我刚才进来发现你们在看我那个臭名昭著的一个录音录，我这是我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啊。我给骗过去弄一个活动，弄完以后就大概可以歇会儿，抽根烟，吃点东西，我嘴里哇啦哇啦在嚼什么，这个吃中饭，哎，这旁边就凑来了两个脑袋就开始跟我聊，陈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就是好像很烦的样子，就我很晚才明白他们已经在录像了已经。但我这个人就是脾气他妈弄就录，哎，需要说就说，哎，就说完胡乱就讲完算了。然后好多短信弄进来说你最近他很愤怒的说了一个访谈，我弄了很久，也是像中国艺术一样，就是语焉不详，哎，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准确重复这个是哪一个节目。结果链条给我发过来，我打开看，我看了访谈，我姐，哎，很无耻的人在那里谈，哎。就是遇到一个另外一个访谈者，这个他都是很真心跟我讲，很担心你早先写的那个《纽约手记》，我很喜欢。他说你最近这个访谈，我非常不喜欢。
哎，你变得这么一个骂大街的人在里面，我就是，哎，我怎么很开始不愿意，我蛮愿意接受批评的，哎，我发现我是堕落，因为我心里的手机就是1997年到1999年，我还没回来，哎，所以你还没有沾染坏风气。我这个如此的讲话，我已经回来10年了，就实在是人就擦了就开始了，很不耐烦的，嗯，但是也好，我现在也还是要感谢这位同学，聪明的同学，我这些年开始有点乖了，就是大致在学院里讲一些跟艺术沾边的话题，就没有那么敏感。我早些年讲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是敏感话题啊，好好来讲。我估计再往后还会越来越挂得紧，嗯，所以我招人来说，这个人是弄艺术的啊，可能就，但也未必，还不会还是装艺术。那是四月四号进去，好歹现在出来了啊。我不是在干脱口啊。我很同情在后面的人，要我是这个样子，我早就走掉了。我没什么必要一个晚上花在这儿听一个人的讲话，没有必要。我试着简单的讲一下我所谓眼中的中国艺术。我刚才说了，中国这个称呼才只有100年，但并不是只有中国啊，意大利这个国家，德国这个国家。也只有200年左右，200年前这些地方都不叫意大利，都不叫意大利，都是很多小公国，很多公国小到什么程度？你们哪天到欧洲去，就是一座小山，有个城堡，城堡里面井也有，什么脚手架也有，监狱也有，刑房也有，当然还有小皇帝的床啊，什么吃饭的地方，那就算个国家了，所以出现所谓共和国是法国人干的事儿啊，什么1780年还是1790年，我没学过历史，法国大革命啊，拿破仑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才出现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就大家都说法语的，团结起来啊，我们组成军队，就调动资源啊，这个抵御外敌或者是侵略这个别的国家，夺取资源，这样就更有效，所以世界就进入现代国家的这个时期，然后进入现代国家以后，亚洲啊落后国家就扛不住了啊，就深深的就给他们欺负，所以亚洲也开始玩共和国啊，这个共和国那个共和国啊，咱们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共和国啊。那么我们今天终于可以说中国艺术这样一句其实有毛病的话啊。那么此前，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出现以前，德国没有出现以前，意大利没有出现以前，中国的艺术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叫中情唐宋啊。要细讲，那就是那太细了，那讲像是隋啊、唐啊、五代啊，这个在之前更麻烦啊，是东晋、西晋、东汉、西汉，然后在这之前秦啊，秦之前就更麻烦了，齐楚燕赵七国，可是东周列国时代这个比那个要多得多，很多小国家跟欧洲一样的，所谓封建那会儿中国真是封建啊，你姓王啊，咱们这个昌平这一块全是你的啊，这叫封建啊。秦结束了这个军这个封建制，开始了郡县制，才有咱们统一的中国。所以我们要感谢秦始皇啊，秦始皇杀那么多人，都坑儒子，这一屋子人全坑掉，但是呢全国他就统一了啊，车同文书同轨啊，就书同文车同轨啊，只有一件他做不到，就语同音。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没有中央电视台，没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啊，也没有高铁啊，也没有做国航、东航、什么南航，这都没有啊，所以语音传播非常困难。今天没问题了，今天语同音没问题了。我跑到上海很失落，这几个小娘们很漂亮，在那说话。我说你们是哪来？他说我们上海人。我说你怎么不说上海话？这次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后来我很体谅他们。你说我现在到苏州、到长沙、到四川，四川方言还在，绝大部分年轻人不太说方言。为什么？他打开电视机就是新闻联播节目，就是温家宝在转播，全部是这个从小听的国语。
那个就明白了。我女儿八岁到纽约，半年她就可以看电视，把我气坏了。她还学什么英文啊？她就仗着她小。那现在小孩也是这样，小孩很快就会讲。这个台湾叫国语，中国叫普通话啊，英文叫 Mandarin 啊，这个啊，所以女童音的这个理想实现，但是在2200多年前，秦始皇实现了称国语同这个书同文，中国就统一了啊。统一以后，我们勉强可以说此后的艺术可以叫做中国艺术啊，可以叫做中国艺术。但是这一部分轮不到我来讲，我是一个没有学过的人，我都没有看过中国美术史。啊，看了我就忘记了，啊，唐宋元明清轮不到我讲了，这么多学者啊，这么多著作，这么多的东西都在那儿。你要知道什么是中国艺术，我对大家只有一个劝告，就春天要到了啊，还有春天来的时候，你们留心一下网络上故宫的展览预告啊，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外地的同学啊，有多少喜欢看画的同学，你们留心一下，故宫总算在建国60年来。推行了比较活跃的一个展览制度，虽然问题成堆啊，一会儿一个瓶子给人偷走了，一会儿一个问题成堆啊，我没见过全世界一个皇家博物馆糟糕到像故宫那样啊，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很小的国家皇家美术馆都比故宫好100倍，就在管理上啊，中国有余啊，就无所谓啊，这都是党产的，就是这个，所以不担心，哎，不担心，不这个的这个跟对面那个故宫没法比了啊，这个，但是大家还是不要错过机会，就是春节啊，春天4、5月份，还有9、10月份，很多珍贵的画、稀世珍宝会拿出来展览。啊，我假定在座同学会喜欢看画，因为我可能上了他的当，好像觉得北师大同学特别喜欢艺术的样子。其实我这边不会有很多啊，而且你们忙成这个样子考试，哪有时间跑到故宫去看东西？但是你今天要我讲中国艺术，轮不到我来讲，大家老老实实到故宫去看。此外还有什么地方呢？也不多了，北京画院啊，有齐白石的古典展览。啊，还有首都博物馆，据说也放了几个饼啊什么这些在那给人看啊。这个上海博物馆呢稍微牛逼大一点啊，这个所有中国最好的青铜器都在上海，但东西也不是很多。说来又是惭愧，你要我说中国艺术，我要说中国艺术，大家跟我到国外去看，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在日本，啊，好东西多的多的你吓坏了啊，太多了。我都搞不清中国东西怎么在这儿啊！就像这样一个灯照下来，很小一个东西就照那里，这你一看什么公元前多少周年，哎，你到外国去看，中国东西并不是特别多，没有那么多。还有一个办法，就在座有没有学美术、学国画的有没有？啊，有啊，我马上举手了啊！还有一个机会，就现在中国有很多拍卖。很多拍卖，中国现在人挣钱啊，牛逼啊，这个热钱特别多，所以中国拍卖特别这个火啊。这两年，这一两年据说又降温了，啊，跟房产一样，就是，你每年不要错过嘉德、保利啊，这个匡时这几个比较正派的，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正派不正派，就是比较悠久的，大概也有10来年历史啊，7、8年历史，哎，是有点官方背景啊，拿得到东西的，你去看看，你会看到不少。唐宋是不太可能了，元明清啊，尤其是清代，东西非常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钱，这个钱这个东西会动的，哎，它一动，什么事情都跟着钱动，因为。我刚才不是说嘛，中国很多东西都到国外去了啊，可是因为中国有热钱啊，好的蛮有，这个洋人收藏的东西，比方我祖上啊，我爷爷是英国什么棉花公司曾经到中国，开过什么清末来开过厂，哎，撸了一大批国画去，然后到了我爹，也藏着就不太在乎了，到了孙子这儿，我操，这个经济萧条，我弄这些东西干嘛？我就把它掏出来，我掏出来，谢谢。我正在实操当中，我刚回来没多久，我每年回去照顾我母亲，就是这样，哎，我怕我讲了一半，咣当就倒下来了，我赶紧可以散。刚才想什么？
他们呢，就是这些洋人，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啊，这个真是日薄西山，哎，就开始家里面什么一个陶罐呐、啊，然后一个青花瓷啊，哎，或者什么居然什么董其昌的画，哎，哎，咱们往中国送，中国有钱，哎，所以都是哗哗的流过来。现在每个拍卖行雇佣好多人啊，都是就是脸上精得要命的人，哎，就每年出差这些国家搜，搜到这些画就拿过来拍。赚大价钱，这是好事情，好事情。部分的回流，有一种最好的不会回流，连博物馆都说了啊。有一次，这个英国的首相叫克莱尔，是不是？啊，布莱尔，布莱尔，哎，布莱尔年纪还不是很大的时候，到清华有一次，当时那个共产党组织了几个好学生就给他提问题，有个哥们儿不知道怎么就忽然提，咱们那些收藏在哪呢？珍宝在大英博物馆怎么办？哎，这卡莱尔是一个老政客，这个很会说话，就那会儿表情稍微这么顿了一下，现在已经有点给问住了，因为这说到软处了，这他妈不光彩了，不光彩了。哎，然后最后他很快恢复镇定，就喊一大堆道理啊，说这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忘记了啊。我因为最喜欢里面一张叫《女史箴图》啊，是这个东晋的这个顾恺之画的，是中国幸存人物画长卷，这他妈一股仙气，没有办法，太好了，就这么大，脑袋跟我指甲那么大，太牛逼的画，哎，女同志应该看看，就告诉你们怎么穿衣服，怎么说话，怎么行礼啊，什么这些，哎。非常非常好的一张画，他妈的在大英博物馆。但卡莱尔的那个叫布莱尔，他也就当四年八年，他也做不了主啊。老帝国主义欠下的债，这个话一说不完，我真是不会讲课哎。反正我要说的是中国艺术。啊，咱们正宗老祖宗的艺术，一直到清朝，轮不到我来讲，啊，也用不着讲，东西在哪儿，大家去看，啊，大家去看，啊，那么中国的音乐，因为说的是艺术，还不光是这个音乐、文学、戏剧，那就太多了，太多了，啊，我这里又忍不住要讲我的一个老师，就去年年底去世的木心先生。啊，在座有没有哪位听说过这个名字？都听说过。你说你听说过就行了，你别代表这么多人说都听说过啊。啊，我听说过，但是没看过。看你博客的时候去看链接了。看你博客。啊。我没有博客。新浪有，我知道，不是你写的是你写给编辑，然后编辑帮你发的。还有啊，我都多少年没回博客了，那跟扫墓一样。我2007年初就关掉了，这都已经关了有五年了。老师，老师，我那老黄历了。我为什么要说到他呢？因为我是一个无知的人，无学的人，我是文革，你们都知道，哎，没念过，我初中都没念过，差不多。所以到了美国的时候，这个木心先生啊，他也没有什么学，真奇怪，他是一个天才，哎，他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多学问，而且那么好的记性，他居然就在美国从1989年到1994年，五个年头里面，他跟我们讲了30多节世界文学史，世界文学史，所以这个课让他来讲，所以中国艺术我是没有资格的，他是有资格讲的啊，他们真的可以告诉大家哪国哪一时期有过什么作品，怎么回事，我没这个本事。最近他去世嘛，去世以后呢，我在他的遗稿里面终于找到了世界文学史讲稿啊，我看吓坏了，上百万字。他每堂课要准备差不多平均20000字左右，啊，那么其他国家咱不说了，啊，他还写了印度的文学，什么北欧的文学、南美的文学，什么伊斯兰文学，什么波斯文学，种种不许说他，就单单是中国文学这一块，哎，因为你做不讲中国的艺术，当然艺术跟文学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哎。但是文学在哪个国家，一个大的文明国家，文学都是很重很重的一块，
你们要知道文学也真是轮不到我来讲。这个世界文学史讲好，陆逊在讲到中国的时候他特别带劲啊，他讲这个元的戏曲啊，讲屈原，讲诗经啊，讲魏晋的这个文学啊，唐宋传奇种种一路讲下来，讲到曹雪芹，曹雪芹他就写了好几万字跟我们讲啊，跟外面我们能够读到的这个读物都非常不一样啊，他随时加入个人的理解啊，诠释发挥讲笑话非常生动。我希望今年年尾到下半年吧，这个能够出版啊，诸位要是有兴趣就可以看，用不着跑到故宫去，就拿在手里就能看。这东西它里面谈到很多绘画啊，大的一个美学的立场啊。好，那么音乐很可怜，音乐这个中国的音乐啊，这个它我不能说中国没有音乐，但是中国最伟大的音乐就是在秦始皇前差不多就没有了。就礼乐，就咱礼乐到底怎么回事，就现在就剩下几个编钟啊，湖北大地方面不刮啷咣敲两下敲出来奏出来的音乐，这种是一个外国音乐，美国民歌，哎，给外边听。真正的古乐是什么样子，其实都不太可靠，不太可靠，就算有没有多少啊，你跟西方基督教音乐一比，你跟希腊留下来的音乐比，然后你再跟十八九世纪这个古典浪漫主义音乐比，那真是很有限很有限。所以音乐上就是当然民间音乐又有，但民间音乐现在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也所剩有限啊，有几个人在那研究，他已经跟大家生活离开了。所以中国现在只有流行音乐啊，流行音乐再加上咱们这个博老师提倡的红歌，那当然有不少，我们就这些东西啊，就这些东西啊，这个所以我能说的非常勉强的说的就是，从我出生前大概50年左右啊，40年左右，也就是说1919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的艺术。但是问题就出来了，从那以后中国的艺术已经跟唐宋元明清跟这个中秦唐宋的艺术就分道扬镳了啊，分道扬镳了。为什么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国家的转型开始了，大规模的一个西方文化进来了，大规模的一个反对中国固有艺术的一个运动开始了，这一切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就是我很难定义这100年来中国的艺术相对西方艺术，相对老祖宗的艺术，这还是不是中国的艺术啊？但问题是，大家不要以为我刻意希望中国的艺术必须是跟古人一样的艺术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国家转型绝不仅仅是中国，日本转型了，印度转型了啊，很多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转型了，包括欧洲自己、美国自己也不断在转型。你今天也很难说哪一种艺术是德国艺术、是意大利艺术啊、是荷兰艺术，因为它都被一个现代艺术、现代文明啊、现代这个新的哲学、新的美学笼罩、渗透、改变啊。所以今天要讲找到在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文化格局里面，你要找到说是跟这个国家本土和历史一点都没有动过，100%是属于这个国家的艺术，其实很难很难。那这里面最优越的一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它没有历史，它叫 America 啊，这个 United States 啊，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世界国。你到了美国，你就可以知道，尤其是纽约、洛杉矶这些地方，你都不太能遇到真的美国人，满眼都是南美人啊、黑人啊、亚洲人啊、柬埔寨人什么辽国人什么。超市里面走来走去啊，然后伟大的中国人，那简直是个马黄呀，到处都是中国人啊。就中国人现在出去学英语，反而有些不太对，哎，你出飞机场见到是中国人，那晚上睡在亲戚家里啊，明天睡在朋友家里啊，然后此后10年也许他天天就跟中国人在一起啊。
就美国是一个世界国，是万国之国啊，哪里人都有。于是冷战结束以后，我见到邻居忽然什么乌克兰人啊，什么莫斯科人、白宝人、什么西伯利亚人，什么女儿小时候里面一下子进来好多动物脸啊，冷战结束可以出来了啊，然后什么匈牙利人、什么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其实长得挺好看，这个被美国人欺负，在那儿很害羞的样子，那种中国生。啊，所以它是一个很杂的一个国家，不是美国凝聚的一种文化，这个文化真的是叫做美国文化，很简单。二月底，今年不知道为什么不是三月二月底，你们去看奥斯卡奖，这个颁奖礼，中国剧中都播了，它呢就是美国文化，我没办法，它里面还有最佳外国片，啊，可它就是美，只有美国才会包装成这么一种文化出来，那没办法，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美剧，你们看不看美剧？啊，最近那个什么《广告狂人》看了没有？啊，《广告狂人》，还有最近英国出了一个牛逼连续剧《唐顿庄园》，牛逼啊，那太牛逼，咱们根本想都别想。咱们有多少老家族、没落的家族？当中经过战乱，经过这勾心斗角、主仆之间的关系，我们拍不出来，根本拍不出来。《红楼梦》在哪？咱们连《红楼梦》都拍不好。啊，这个现在《红楼梦》好像没什么人看，漂亮的要命的小孩，我们非常愣啊，没什么人看。笑什么？我笑啊，林黛玉什么的都好难看，知道吗？还是蛮好看的，到我这个年纪，我都很原谅。非常像一个蛋刚刚煮出来的，就是很嫩的。但是他念诗那个样子，肯定就是背出来的。一下课马上去看博客或者什么推特看手机啊，所以他跟这个文化沾不上啊。可是你去看那个《唐顿庄园》，你自己有没有事？可是里面没有一个是贵族，都装出来的，但他装得像。他的家族没有给灭掉，他没搞过阶级斗争，那贵族没有给枪毙掉，没有到处罚都太少，所以他的家族虽然没落，能慢慢传下来。你今天到英国去，你在有些场合，当然你也得有点门路啊，身份，你也许会邀请到一个小角落，你忽然发现这些家族还在，是可能比遗址都已经跟那保留会比了，但是他还是有教养。中国全灭光了，灭得干干净净啊！中国是盛产贵族的国家，是几万个唐顿庄园，全完蛋过去百年。我们怎么会讲到这儿呢？啊，到美国文化，对，我是一个理科大学，我根本不会上课啊，这个，所以。我不是说中国的艺术非要就像中国的艺术，因为我有时候并不非常同意我们要找回我们中国文化，怎么样华夏文化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一种文化是不变的，它一定在变化当中，而且这个文化能变就是说明你有活力，你有生命力。从另一个方面说，中国艺术有点变得太快，太会变了啊，这个一天到晚变得太厉害了，所以把原来那些都忘光了已经。所以这一百年的一个艺术，要我大而化之的说，就是迅速忘记过去的艺术，啊，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辨认了。你今天拿出唐宋元明清，我们现在看外国艺术呀，其实有点陌生感的，而且因为这个陌生感显得特别好。这些年提倡国学，国学差不多是外语教育，实际上，啊，你们有几个能够把老庄的东西倒背如流，而且在生活当中、恋爱当中、吵架当中，啪嚓老子一句话出来，老子一句话出来，你们有谁做得到？它变成外语教育啊，其实国学好，在我看来其实是外语好，就根本能够增几句文言了，能够，而且是古文，文言跟古文又是两个概念，啊，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承受力，而且非常会应变的一个民族，有点过于应变了。所以在这一百年，因为强烈的自卑啊，因为鸦片战争，因为甲午战争，就拼命想要失败啊，所以就启动了一个庞大的在文化上失败的一个过程，教育失败了
啊，风俗习惯西化了，除了食物没有西化，现在什么领域都西化，啊，都西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要评价中国的艺术，我会遭遇困难。我大的不说，我就说小范围，我是画画的这一行。画画这一行，民国时代，它的参照系，它的影响源，主要是法兰西共和国。大家知道刘海粟啊、徐悲鸿啊、林风眠啊什么这些人，他就到法国去了，然后带回来，带回来以后创立了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以前叫国立艺专，创立了苏州美专，刘文良啊，他创立了浙江这个叫其实叫杭州艺专那是啊，就是在杭州的，创立了上海美专在上海 ，OK， 那从此中国就有西化。同时也有西洋音乐，那西洋音乐的留学句子不如油画这么多，但是也有啊。咱们的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他就法国留学回来了啊。那此外还有一些当时偏中和右翼的音乐家，但是不是很多，没有桂花姐这么多。但是为什么中国会有西洋音乐？这跟上海有关系，跟天津啊，跟广州有关系。为什么？因为那是殖民地，殖民地这帮犹太人，这帮英国佬、美国佬，他也要听音乐啊，他想家了他要听音乐，他要玩四重奏，什么小型的交响乐。所以当时的中间有交响乐团，所以中国最早的交响乐团是一帮犹太人、一帮洋人，哎，里面混杂的法国人等等意大利人，就是非常高的水准。啊，所以有一度，香港的交响乐团曾经还是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之一，全部是洋人。啊，所以他是把音乐送到你家里来，在你家里呱啦呱啦这样弄，啊，弄你就会了。啊，可是到今天，古典音乐在中国又失落了。啊，中国也北京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培养了大量的声乐演员，大量的一流的这种器乐演奏者，啊，郎朗啊，什么有什么小提琴一定有很多，啊。但是音乐文化失落了，这个话题我在早前前两年我的音乐书出版中讲过，就是我忽然发现，古典音乐在中国有100多年历史，就西洋音乐，可是我现在发现它等于没有来过，因为它又丧失了在大众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力。大家不能想象，就是1959年是什么年份？你怎么会说这个？你们这些家伙记者，看网上看都是看坏的、啊。你们怎么没有想到这是中共建国10周年？1959，这些情况还是有问题。那个是天灾，不是人祸。你不要相信，不要相信网上这些反动分子胡说八道。那是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岁的生日。10岁的生日，咱们除了革命歌曲，咱们放什么音乐？我曾经说过的啊，诸位哪位要是看过我写音乐的书，我提到这一句的，都没有人注意这一句，我蛮在乎的。哎，就在人民大会堂演奏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乐，指挥者叫阎良坤，是中国一个老同志，后来留学苏联，是他把苏联全套的这个西洋声乐的大合唱。和一部分交响乐的这个指挥艺术带给中国，当然还包括民国时期其他一些前辈，啊，所以在50年代，甚至像毛中这样的政权，乃重视西洋古典音乐。我能够记得，随口就能唱一些这个，哼唱一些这个古典音乐。全是50年代、60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古典音乐节目，每天就会有，啊。然后到文革当中中断，到文革一结束，外国音乐节目又恢复，啊，又恢复，啊，很详细的跟你讲第一乐章什么意思，第二乐章什么意思。那时候我已经有点判断力，我开始把这个接触词了，啊，已经有那种教条的东西。啊，什么双方他对祖国的什么怀念，什么这个扯淡的事情，这个就太这个政治化，这个，哎。但是今天我们中央台据说是第6频道，我也看过一点，有音乐频道，里面什么音乐都有。但是他们跟我诉苦，说是年轻人不要听，也不要看，我们很苦，不知道怎么做这个节目，啊。然后，有史以来中国最好的条件诞生了，就是。
国家大剧院和上海的国家大剧院啊，每年两个人，我操，那脸都想往中国来，这么好的乐队，希望跟中国签约啊，能够来演一把啊。可是，当然满足了绝大部分这个虽然是小众的，就是音乐爱好者，像我这样的就喜欢古典音乐，哎，歌剧什么，我居然在国外看不到，莫扎特歌剧我在北京看到了，啊，当然莱尼什么这些摩笛，哎。太幸福了，我们小时候不能做梦有一天中国能够听到这个啊。我每次去都会看到吴祖强，吴祖强你们知道不知道，中国音乐圈的老前辈啊，红色男子军就是他带队这个做的乐曲，很正宗的。你今天听中国全世界承认中国的芭蕾舞剧，包括他的音乐，只有一部红色男子军，世界100个这个优秀的芭蕾舞剧还是根据里面有红色男子军，咱们江青同志弄出来的。其他休想，咱们春节联欢会这些现在搞的这些词人听都不要听，没门儿。为什么会想到这儿呢？这是杨幂啊，讲文学，文学我不讲了，文学。我的意思就是说，1919年以后的中国艺术，绘画、音乐、文学、戏剧啊，包括广播、电视、电影，哎，电影是一大块，全部是西方。我曾经用了一个可能有点刻薄的词，就是一个盗版文化，一个盗版文化。这不光是中国，整个东亚的文化，差不多就是西方和美国文化的盗版文化。这100年简单说就这么回事情啊，盗版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你有我也要有，你这么弄我也这么弄，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在做画油画的可能会知道，画国画的也可能会知道，就是提出两个口号，这是50年代提出来的，就是一个油画要民主化，一个国画要现代化，啊，当时的口号叫革命画，这画国画的同学你知道这句话吗？不知道，好，幸亏你不知道。我们这代人长大的时候，这个紧箍咒啊，我一边画油画一边就想，不行，老师要讲我，不是老师了，就当时的权威会说，你为什么这么学苏联？你为什么喜欢这么洋派？你的油画必须民主化，当时是一个政治概念，就是你的画如果不民主化，说明你没学好，这是轻的，重的就是你崇洋媚外。所以中国在学西方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纠葛的一个过程，啊，非常纠葛的过程。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呢？有啊，就是董庆文先生开国大典，现在在天安门那个历史博物馆，他是被认为这幅画被认为是油画民族化的一个典范。但是今天大家都会觉得奇怪了，就是拿一种创作模式、一种美学模式，不能要求所有人。不能要求所有人，所以我是文革后毕业写论文，我第一个反对油画民族化这个批法，就不要去管它，这个是欧洲来的东西，这个是反过来，你好好先学到家，学到家以后你画出来，没有人会以为你是法国人画出来，人一看还是你中国人画出来，问题你画得好，画得有意思，啊，那这里面牵涉到中国一个巨大的一个纠葛，就是我们有5000年文明的记忆。我们有诗经以来的文学记忆啊，我们有这个先秦以来的绘画记忆、雕刻记忆啊，我们看到西洋东西进来，我们喜欢，但是喜欢，我们自尊心上来了，那么我们自己的脸在哪里？所以中国一直在这个当中摇摆啊，就是学，然后自己在哪里？就是从第一代清末民初第一代学西方的，一直到70年代，困扰几代人的问题。没解决好，啊，没解决好。好，到了改革开放，第二波西化的狂潮进来了。因为此前30年闭关，1949年到1979年，全部关起来，不跟外面玩了。我们看不到外国电影，看不到外国绘画，看不到。第二波来的太猛了啊！从已经过时的毕卡索啊，现代主义啊，立体派什么这些，一直到正在发生的。晚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花样进来了。可中国人太聪明了，中国人的适应力太强了，短短30年，啊，我
今天刚刚接受一个电话采访，是我邀请做今日美术馆的一个计划，就是未来英才计划，我参加了两届。什么呢？就是给各地美术学院精选的当年的优秀学生作品评奖，不是评奖，就是评个一二三四，大家以后分点钱可以。哎，我是最讨厌考试，我也最讨厌评奖，但是在年轻人的问题上，我没有办法，我会参加。为什么？也许有那么一两个年轻人会因此得到一点钱啊，因此可以路走下去，所以我会参加。我一看，我打开电脑一看，几百份都是挤进来，我发现这个变化太大了。这些孩子是八零后和九零后，那我是五零后。我从七十年代末就知道，就我没有参与过评奖，因为我从来就讨厌评奖，我没有主动送一件作品到一个评奖会去啊。但是那会儿评奖就有了，开始我就发现，经过这三代人，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啊，四代人，仅仅不到三十年的功夫，主要是1989年到现在20多年，整个绘画比较聪明的、优异的年轻人，完全跟西方今天的年轻人同步。什么呢？就是第一，绘画传统美彩已经退到大概只有20%左右，而且我也很坏，我看到画画的我都给他分很低啊，因为画画已经画不过我们这代人了，他的热情、他的灵感。他是个次要的这个画者，我不再鼓励人画画。今天是个传媒时代啊，我如果鼓励什么人呢？鼓励用现代材料创作的人啊，用相机啊，用照片，用电脑，还有就是用装置，用各种材料。虽然装置早就过时了，但是它在中国是新事物。可是今天的年轻人，仅仅两届我就可以看出来，大部分年轻人啊，也就是22岁到24岁之间的大学毕业研究生的人，他跟我在纽约见到的整个的青年群体是在一个水准上，不是在一个水准上，在一个观念当中，就他认为艺术怎么做都可以，并不仅仅是画画。甚至并不仅仅是现代主义的那几套啊，都过时了。中国人飞快地把握了就是最新的一个介质啊，就是电子啊，这个传播系统能够散发的所有讯息，跟你自己的生存经验放在一起啊。好，那么我这样粗略地讲过以后，徐悲鸿、刘海粟那一代人。还有解放后第一代油画家，还有文革后第一代油画家，然后一直到今天的80后、90后啊，都当中可能略过了70后这一代，但是70后的尾端差不多跟80后是一回事儿，就经历了西方差不多从文艺复兴一直到今天为止500年，所有流派、所有观念、所有美学的一个初潮前这个。潜藏机制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中国人的适应能力、学习能力，也就是包办能力非常非常强啊。但是我无法给大家具体的作品，因为在这第一，这不是美术学院啊；第二，我也不能确定这么多年你们心里喜欢或者不喜欢、敏感或者不敏感是什么啊。这个我不好举例，我只能告诉大家，就是小小的在绘画这一块。1919年到现在啊，90年就经历了这么一个人家500年的一个过程。好，那问题来了，在我们这将近100年的艺术当中，哪些是留得下去的啊？哪些是能够跟西方人相并置的？哪些可以回应中国的古典传统的？这就是我非常困难的一个话题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匆忙、非常功利的一个实验。这一半年啊，里面出现了一些杰出的名字，出现了若干优秀的作品，但是我必须承认啊，当然包括我自己的作品，刚才那位显然是陀木的这个给我戴了一堆高帽子啊，你们都不要相信。不要相信，这是今天这个大话通话时代的产物啊！就把我说成一个好像这个多有成就的画家，我没有什么成就啊，但是我努力的在画油画啊，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也就包括我的作品在里面。我现在被认为在那一阶段似乎是一个可以有一定代表性的画家。我全部加起来看，从老徐、老刘、刘海粟、刘丰明的代人，一直到今天，我不得不承认，就是这一个时期的艺术没法跟我们学习的那个源头比，也没法跟我们的祖宗比啊。如果从经典性啊，从深度、从高度、从广度都没法比，都没法比啊。理由很简单，一共就100年，分碎了每一代人啊，去除政治运动，去除这种学习上的这个一个意志文化的一个转换，凭一个人生命的几十年，甚至只有10年几年啊，弄这么一点东西出来。你不可能超越你学的那点文化，你也不可能超越你原来的文化，甚至远远不能接近。那我又不愿意贬低这100年啊，这100年是无可选择的啊，不然我们国家要亡国啊，必须转型。一转型，什么都要跟着转型啊，西化也要，就是艺术也要转型啊。所以我刚才一再的说。这100年证明一件事情，就中国人非常聪明，非常会应变，非常会转化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中国艺术就是不伦不类，不中不外，不古不今啊，正在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半生不熟啊。所有眼睛能看到的，我是这么评价啊。这当然一定会得罪很多圈里的人，好在我已经离开这个圈子了啊。这个我的认识是这样，但是呢，希望在年轻人，这是一句，也是一句这样烂掉的话啊，几乎也等于放屁。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寄望年轻人。我看到我评奖的这些年轻人啊，里面出现一些很有才华、很有想法、很勇敢、很天真，很有意思的青年，没有办法。就他们会长大，他们会变成30岁、40岁、50岁。我期待他们能够做出比较的能够去跟洋人或者中国人对话的东西。那么这里面我要说到，就是我特别寄望于目前中国中青年的一些艺术家和一些作品啊，其中有若干位艺术家，我认为以个体而不是代表国家的一种整体水准，已经完全跟西方打平啊，完全跟西方打平。比方我刚才提到的艾薇薇，比方蔡国强先生，比方在北京的李晓东先生，我总是提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以我在西方开过的眼界啊，他们可以归入西方第一流艺术家，有创意，有活力啊。我很骄傲，就是我们终于有了这样的艺术家。此外，我相信在声乐演奏方面，这些年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特别优异的例子。郎朗虽然不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西方人先说过一句话，说我们要靠亚洲人拯救古典音乐啊，他们乐队里东方的越来越多。其中强大的一个来源，早先是日本和韩国，现在加入了中国人，非常多，但是没有作曲的，作曲的很有限，这是另一个问题，作曲太难了，所以今天已经很难单独谈论中国的艺术，所以应该把中国艺术放在一个框架、世界框架上来谈。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越来越多零零碎碎的好消息在出现。第一，改革开放，西方人终于看到了打开国门的中国。然后打开一看啊，又穷又落后又问题成堆，可是一眨眼今天中国变成这么牛逼啊，全世界最大的消费者是中国啊，神仙活现在那买包啊，什么买奢侈品啊，这当然非常叫人厌恶，但是我见过更悲惨的情况啊，更叫人沮丧的情况，就我刚出国的时候，所有中国出国的人不但样子土得要命，哎，这个而且买不起东西啊，他们到国外买一个录音机，买哪怕一个柯达克胶卷啊，买一个那种最便宜的一个什么牛仔裤，都是前思后想，因为国家这个代表出来每个人只有十几二十美金，
这个时代永远结束了，你们没有经历过这种屈辱，就是改革开放第一代出国的人，你在美国最末流的商店面前，就是想半天走掉了，买不起，其实是很便宜很便宜的，但这个时代终于过掉了，我们现在有点太过分啊，这个这东北话叫做 LV， 这个 LV 我全拿走了，这让人吓坏了，没有这样买包的。你到纽约57街第五大道最贵的，什么 Tiffany 是在美国人，就是你如果中学上学、大学上学，哪个姑娘弄一个 Tiffany， 我们会嘲笑的，美国人都嘲笑的，美国真的是个民主国家。啊，就你不要在这儿露富，你牛逼，你戴 Tiffany 好像，那是大人社交场合，所以亮一亮，我都是 Tiffany 的，我知道你会注意。在年轻人里，谁戴这个会被人看不起的？可是 Tiffany 里面现在都要专门配中国的营业员，啊 ，LV 店里都有中国营业员，啊，迎上前来一口北京话，啊，我们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那么。应该说在人文艺术方面零零碎碎的好消息有啊，好消息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啊，我相信这个趋势会在未来20年、30年、50年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啊，就是无论是定居国外的中国人的后代还是本土出来的后代，因为我亲眼看着60后、70后、80后、90后至少在for looking， 就你们的样子啊，然后你们的行为方式、你们的价值观，哎，真的是迅速的，这个隔一代就失败一次，隔一代就失败一次，啊，你们真的是看看你们家爹妈是你文革刚结束的照片，那份土啊，可怜，真的已经完全变掉，完全变掉，所以我只能。我说服自己，就是过去100年就过去了啊，这个希望这个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不要走回头路啊，这个国门不要再关上，然后不要管得太紧，但估计还得很紧的管10年20年啊，我看不出许别的迹象，会文化艺术会稍微放松一点啊，他会更管得紧，然后用一种虚假繁荣、一种抓文化的自己再来吹牛逼糊弄大家，这个情况不会变，但是真正变化的是在座年轻人这些脸再给我失望，就是你们会慢慢冲破这些，会不相信这些啊，我希望至少在这间房间里有一个天才啊，或者半个也好啊，啊，艺术不要很多人的，艺术只要一屋子人有一个人有天才有心，他会做下去，足够将来有可能会成为整个民族的骄傲，为整个国家说打出张牌来说我们有这个人啊，可能的，可能的。为了弥补我刚才那个很糟糕的梦想，我就勉强说一些有亮色的话。此外，就咱们就聊天，我没什么好讲的啊。好吧。你有什么要讲吗？我先感谢老师的演讲，下面是提问环节，如果有人愿意提问的话请举手示意，我们工作人员会把话筒递过去。嗯，那这位同学说。根本就是全盘失败的国家，脑
子们还是非常中国这种价值观，这种哥们义气，什么缘分带片，可是在外部全部是失败的。我没有看过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断然就是在所有领域放弃自己的一个表象特征之上，全部放弃，包括语言，放弃就是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国学会变成外语，就这样，所以我只能说，如果你的问题能不能换个方式，就是在我们模仿的过程当中，怎么模仿的更出神入化，最后人忘了你是模仿。这就是日本人做的事情，这也是美国人做的事情。他们看到欧洲文化都很自卑，而欧洲也在模仿。文艺复兴的时候，全欧洲在模仿意大利，而且我们模仿意大利那几个雕刻家、几个画家，拼命的模仿，模仿的都看不清楚。可是真正有天才的模仿，真正真挚的模仿，最后模仿你自己的样子出来。我所见过的都是这样。他就不老实的模仿，功利的模仿，很快就像弄得跟你一样，都是拙劣的模仿，除了让人知道你模仿，没有别的价值，就是这样。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您以前是清华美院的教授，然后您刚才也在讨论中提到过，您把很多的希望都寄予我们年轻的这一代。您办哪啊？这怎么办？这样维持下去，因为这是绝望的一件事情。我现在的态度跟几年前在那儿啊，不太一样，因为我终于明白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起先以为只是一个政治考试、英语考试啊，然后是这个那个。我现在明白这是权力的问题。我也其实多少次谈过了，就只要他的手不拿开，他还在控制教育，就没有希望的，就是维持下去就是。最近不是考题都泄露吗？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你定了这个制度，然后我要对付你啊，我又不能推翻你，但我要对付你。中国从来就是这样，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然后上下沟通。现在抓的是底下的那小混蛋，不是上面泄出来的，是一定的体制，所以没有用的。教育体制改革是没有用的，因为政治体制不能改革，政治体制不改革，教育是你休想不可能的。除非这个学校再还给民间，从前北师大是国立的，跟清华不是国立的，燕京不是国立的，北大也不是国立，说是说国立，国立他是根本不听教育部的，现在可能吗？想都别想，所以我通常现在不谈教育问题，因为没有教育问题，只有权利问题，到故宫去，我讲过了。你要是愿意的话，然后要不就上网，网上学习也非常多，就是多看艺术，就是多看多听，我问一个问题好吗？每个人提一个问题啊，请少嘴。可以。不要客气了，你好，我好，站起来就说怎么样更好就好，就是这样。好，对。不要讲就老黄历了，不要讲啊。我这个问题比较私的。OK。他说的都特别有容器的事儿，但是如果撇开他的这个身份，就是假如是。我很自私的一件事情，我不愿意陪在里面，我赶紧跑啊，没必要啊。所以我不承认是勇气，这是个很自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有别人吃饭的办法，我有饭票，我可以卖画。我在纽约就是一个单干户，结果我发现中国这伟大的进步就是画家可以单干了，然后有市场了啊，画卖多卖少是一回事情，但是我能自己活啊，我绝不想把我的事情渲染成这个样子，我有多勇敢，我怎么样？没有，我很自私啊，这没法弄啊，没法弄我就走。我一点不要求别人也辞职，大家就这一个饭碗，不容易啊！书生好不容易熬到教授，那我不要把碗砸掉，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很痛苦，我知道，非常痛苦，啊，非常痛苦。谢谢，谢谢。后面就，后面。他写这个是什么呢？举手回答，举手听。好，好。哎，后面这位哥们，您的声音大一点，那一会儿。这些，但是我觉得吧，现在就是连小学老师他都不懂这些，让他教给学生，我觉得不把学生带兜里就不错了。然后您对这有什么看法？没有什么看法，我同意你说的非常对。是吧？几十年的愚民教育，几十年的欺骗教育啊，几十年的这种选拔制度，这个叫什么？太优制度，而不是太劣制度，就变成今天这个情况，这是报应啊！而且这个报应还会带来更长久的报应，你们等着瞧啊！啊，整个素质还会更糟糕啊！哎。那么大概有个问题啊，对，第一个，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它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对中国中国艺术的这个形态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它的建筑，还有文学，还有音乐，以及佛教进入中国影响以后，对整个中国艺术形态的影响一直是不是延续到了现在，包括当代？第二个问题啊，佛教，对佛教，我先把这个毁掉，我等一下会忘记的。好，佛教进来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一次庞大的，不能叫改革，但是叫开放，是第一次面对西来。当时的西很近，就印度就叫西来了啊，整个西域进来，那次已经证明中国的这种吸纳的能力、含容的能力，然后转化的能力非常非常强。我的意思就是在先秦时期，有佛教进入的中国之前，比如说《诗经》这样的艺术形态，它是完全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的。那么它的这种是不是更加感觉是一个真正的原生态的中国化？这没有办法，你说的这个是前历史时代，就公元前时代。公元前时代所有文明都是单一的，因为当时的这个交通也好，这个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真是还没有发生。亚里士多德完全没想到还有孔子在那上课。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况，所以它一定是那个形态，而且非常 original， 这个非常浓度很高很纯，这是一定的。但是此后随着人类的科学进步，然后战争，尤其是战争啊，还有这民族或者大迁徙什么种种这些啊，就文化冲突和文化交流就开始了。而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证明，在几个文明当中是有异常这个强的。我今天一再在说这个事情，就是适应力、包容力，然后把你转化变成了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孤立的看《诗经》啊、《楚辞》和佛教文化进来以后的艺术，啊，它都很好，都很好，啊。都很好，问题是出在清末民初，尤其是1919年以后，我们这次西化，这个跟佛教有点不一样。那个时候你来好了，你放心，以我为主，我的自信一直在。1919年以来，最大的问题，我们丧失了自信，我们被迫西化，啊！但即便是这样的情况，啊，被人全都打上来，你才西化，中国人适应性还是非常强。瞧这100年，变化多大，啊！这个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到，中国这100年来，中国在之前，在100年之前有悠久的贵族血统跟贵族文化，但是最近100年几乎就消亡了。那么同样在前苏联，苏维埃政权，列宁把这个沙皇的家族全部杀光了，他这也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他曾经经历过共产主义以及所有的这个专制统治。那么为什么在俄罗斯现代，他的这个贵族的这个气息以及文化的气息还如此的浓厚？这个问题好，这就是很简单，就是俄罗斯没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可是为什么？就是也没有中国的反右，也没有中国的这个种种群众性的席卷全国的这个进入底层的这个政治运动。俄罗斯呢，伤人伤的是太厉害了。蒋介石被那个斯大林和高层领导亲自签署的枪毙令，一次都2000多人，这个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中国文明是个阴柔的文化，我想毛泽东从来没有专门签过一个命令说把谁枪毙掉，他有办法让你折磨死，而且不知道怎么死的，死很多人。这是中国文明的这个厉害啊！中国这个阴柔文化、阴险那种，那全世界第一，全世界第一。但俄罗斯是个新民族，是个北方民族，非常野蛮的。我弄死你就弄死你啊！所以它上层弄死人多，但是呢，因为它跟彼得大帝闲得太近了。因为1917年前，俄罗斯19世纪正是一个新帝国，正在它的唐朝，你要知道，正在它的唐朝，不是像中国正在它一个末世一个清朝，它在它的唐朝唐宋时代，所以它跟这个时代的衔接。造成一种这个怎么说，就是他至少没有发动一场从根部这个颠覆这个结构的这个政治运动和政治清洗。说您的意思说说，在俄罗斯发生的这种政治运动，实际上是更多的影响在上层建筑。那也不是上层，他也杀地主，他也杀农民，暴乱他都镇压，但是他没有中国这种。中国最近有人研究把毛的思想改造运动跟中国宋儒的这个。哲学这种改造性对应起来，这是很有深度的研究啊。这个中国儒的传统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传统，那不我们不能因为现在闹国学就不加思索的完全接受儒的传统。儒的传统有一套是非常我非常厌恶的啊，就是要弄一个行为规范、伦理规范、道德规范，要求所有人啊，那你做不到，我操，我就灭你，我有办法灭你啊！哎，笑眯眯的把你弄死，就这样。这个只有儒文化才有的啊。现在儒和武士的这个纠葛远远不是这么简单。我也不是学者，我无法给出特别好的一个回答。但是有儒文化的传统，后来导致中国人啊，就是在摧毁一个传统的时候，会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理由来做啊，但是很惨的用到啊。是不过是2017年左右啊，好好好 ，OK， 谢谢你，陈老师。主播，您刚才有说大家每个人只能问一个问题，好吗？陈老师，有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纽约所记，我个人也觉得这个可能是您写的比较得意、比较好的。您回国10多年，您本身的生活经历也蛮精彩，有没有想过写一个北京的生活，比如说叫什么《北京所记》之类的？然后我还想问第二个，那个很抱歉破例一下，你怎么看那个韩寒被自己代理和那个他没有文化的那个事情？跟方舟子的那个，不全是方舟子，方舟子可以少谈啊。我不太关心这件事情，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变得越来越不看报，也不看网络上的文章，我不是很关心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韩寒自己说过一句非常对的话，我还是非常喜欢读韩寒的每一篇文章，非常非常有意思啊。他说等到那个美剧出现以后，我的国内连续剧就差远了，没法比了啊。他在说什么呢？他说的就是我一直感到的一个真实，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事件会在网上吵得这么多，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新闻，你明白吗？我们是一个言论管制非常厉害的国家，所以我们没有话题，无论是国家的话题、社会的话题、这个世俗层面伦理的话题、种种八卦话题，都不出现在正式媒体上，不出现在电视，不出现在报纸，也不准出现在网络，所以我们只能就是乱传八卦，就其实并不大的事情会变得非常大，因为大家对八卦的渴望、对新闻的真相的渴望，其实这是人的天性，永远是饥饿的。所以你扔出来一个韩寒这个事儿，然后明天是李涵那个事儿，大家都会很兴奋弄一阵子，因为我们饥饿，我们没有，我们的食堂里不供应这个正常的饭菜。就这个情况，所以我不太关心这件事情本身，我对所有这些热点谈论我都不太关心。
因为我们真正应该议论的事情从来不让我们知道，也不知道，也不让你议论，就这样。你们能有几件事情可以议论？这句话不对啊，嘴是长在我们人身上的啊，我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对吧？你有种，好。所以就是年轻人，年轻人有股气的人啊，有那种啊。我是一个个体户啊，然后我觉得我的问题就是，针对我知道老师，就是您其实是对我们这一代是很焦虑的。我怎么没有意识到？没有，太严重了啊！请您来谈一谈，就是今天的主题：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想请您谈谈您的观点，然后告诉一下我们，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以后饭碗怎么独立，思想怎么？对，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第一件事情是你不是观赏啊，你不要考公务员，你有可能独立啊，因为你如果考公司，你还是独立不了的，因为商业是另一个职权，你只要拿人家的钱，你就没有办法，所以最好做单干，但是并不是有那么多职业能够做起单干，而且你做单干选择是一个非常充满风险的一个过程，哎。你也许将来你走过了，你会回想起来很浪漫、很骄傲。但是你真的去做单干，很苦的，很苦的。你要有一技之长，同时你还是要有社交能力啊，人际关系还是重要。美国一样啊，美国一样，有主要的是比较公平竞争的社会，我们这是恶性竞争啊，再加上人口这么多，所以我并不鼓励大家都去走单干这条路啊。因为大部分人是平庸的，大部分人是怎么说，是循规蹈矩的啊，就是老老实实拿着学位找碗饭吃，就这样，快点结婚生孩子，就这样。然后但是如果有机会给我看到一个人，比方像你这样说话，是长嘴长在我脸上，我要说如果是这样，同时我还知道你有才华，而且有毅力，你有承受力，而且你有实际生活能力，行，那你去试试看。我会对你个人说，我不会对全体说啊。我们那会是逼出来的啊，一屋子人全部也要生下去了，很多人就死掉了，就没几个人走出来的啊。我不想把自身表现得那么浪漫，但是我自己承受下来了，我不能叫别人来承受，所以我不谈什么人格思想，都不做后来的事情，饭碗第一件事情是饭碗，你有吗？你有了，行，祝贺你，你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这位同学，这位同学，你请。终于轮到了。我有些就是不理解，然后我说一些话，请您也不要到时候骂我。没关系，随便你说，随便骂我都没关系。因为宁愿疑惑，艺术到底是什么？艺术能分国界吗？真的要分为中国艺术或者欧洲艺术吗？然后还有就是像您说的，有些艺术要保存下来，但是您知道现在人口是在增长的，然后土地的资源是有限的，那您花这些地方去保存这些老的建筑，而这些老建筑通常只有一层，那么这种东西它占用了一种土地资源，那么新增的人口它活在现在，它有现在的艺术，你不可能让老的艺术一直永存着。你是建筑系的吗？不是啊。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你家给拆了没？你家给拆了没？你家还没拆，你家的挺好，现代小区啊，现代建筑啊。然后我就会觉得，没问题，我同意你。对，过日子是很真实的事情，中国人是超实际的一个民族啊，是生存必要性啊。不是，那这种老的文化和现在这种就是需求这种东西，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很协和的它的路？或者老师您有找不到？在中国已经这个都已经被破坏掉了，已经。找不到了啊！我跟你说，北京的这个，就房管所还是文物局，我忘记了。文物局它有一个，就一类文物、二类文物、三类文物，其实到了二类文物就可以拆了，就可以拆了。那怎么分这个级呢？就一帮年纪很大的人坐在那儿，就拿张地图，是所谓学者、专家，还有官员在那儿定，说什么朝阳区这一块，我看没有什么必要，啊，就算了，就拆不拆。所以你不要来问我，这是我的观点，而且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观点。你真要落实到一个楼该不该拆，你要是你念什么专业？化学。化学。
我没关系，就是三条线跟化学是什么关系？对你要是有兴趣啊，年轻人应该好奇，就你要是真的有兴趣，你应该做一个田野调查。你就到一个胡同，或者拆掉了，或者已经盖小区的，你去调查一下，在过去60年或者30年，这一块地方上建筑的历史是什么让它出现和让它消失？是哪个部门、哪个公章、哪个官员出于哪个理由，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写本书，你可以做博士，啊。那老师还想问您，你怎么看待艺术和美术？你多看了好东西，你就知道什么是假的。很简单，就是多看。你不要问我什么是艺术，我也不知道。我也想问一个人什么是艺术。你不要以为我是艺术家，我就懂艺术。我只是告诉大家，我目前知道的这些很可能是错误的。你千万别相信我。我好想抽烟。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错的，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我要不要为了你的健康就不抽烟了？我不抽烟没办法，我不抽我就觉得多少还能抽烟。来，陈老师，您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将来会不会像艾薇薇一样去搞一些社会活动？不会。但问题是，这已经算是社会活动。什么叫社会活动？社会活动就是跟很多人在一起，就是一个说，就比如说那个最早调查那个杨家案的真相，还有后来那个调查四川那个汶川地震的那个遇难学生名单，还有在上海那搞那个什么科学大会，就是这一类的活动吗？我想我不会，这我跟他性格不一样。远处那位同学，远处那位，对，坐这边，对。从艾薇薇的个例来说，我觉得它非常有意思，就是。他被解读为一个参与社会事件甚至搅动社会的人，但实际上相信他的动机里面有很多，实际上他的思路其实还是来自艺术。这个艺术并不是我们通常知道的那个传统的艺术，而是由西方启动的一个，就是试图把艺术和真实的生活取消它的界限这样一种运动。这个运动从二战以后曾经席卷欧美，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家就是一直在质问艺术不是博物馆里的东西，不是那个多少钱才能买到的东西，甚至不是看得见的东西一个物质化的东西而是直接是行为，而且行为里面充满智慧，充满偶发的事件在这一点他吃得很透但是你很难让当局了解这是一个艺术行为，而且我也一点不想怎么说排斥他的道德方面的关怀和他的勇气，他把这个放在一起，他往前走，他去做，然后他遭遇挫折遭遇绑架种种但是我非常佩服他，我也很欣赏他这个欣赏这个词用的不太好，但是我知道他的思路是从哪里来再加上他的性格，他的血性但是你问的是这个吗？艺术和政治之间关系，对，没关系，烟灰很干净艺术和政治的关系怎么说呢？就是从我的趣味来说我有时候我也不太清楚我到底怎样一个人，我会很喜欢我完全离开政治的一点政治背景都没有的东西，我也会喜欢非常介入政治的艺术，所以我不太容易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的艺术也是这样我不会做纯艺纯的要命，我从来不会强调我做的超脱，我喜欢纯艺术，但我也不喜欢太介入太近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做得非常精彩
他完全不问政治，但做的真是好，或者另外一个人，他整个掉在政治里头，他仍然很精彩，我都很欣赏。啊，因为这是人的智力，人的精神活动，啊，这不光他做到啊，是非常有意思。红色娘子军，像这个红色娘子军很高兴。刚才那个女同学，那个红色娘子军是宣传片，嗯。对对啊，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可能没有之前几位问的那么宏观宏大，我想问一个就是，比较，因为随便说随便说，然后就是说，像我今天来听这个讲座的话，我是因为我从校外赶过来的，我坐地铁转，说十多个花心，长话短说，长话短说，是，因为这个时候，谢谢你。这个情况蛮各种例子很多，嗯，啊，但第一你要先牛逼，你得很感动，或者你看了你简直是你半夜要跑出去对着大街喊什么，老子今天做了一件，你先得有这个啊，你的东西才可能有意思，可能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现在可怕的是有很多艺术品，我一看很多画文章，我一看他根本不爱他这件作品，也不相信他这件作品。都是拿出来的，因为绝大部分现在春晚唱的歌啊，这个电视里的歌，这个唱歌的人一点不爱他唱的词，一点都不相信啊，伟大的祖国党啊，这一点都不相信，因为他在那唱，亲情上脸在那唱，这就是假的东西，完全是假的东西。问题他占据这个真的舞台，啊，占据了几十年还在唱，啊。这两个东西一开始我就碰到。有碰撞，这里都是容易匹配飘来的，什么文化碰撞啊？有啊，有啊，会有啊。那哪个更重要？这又是价值评判，我们考试考多了，哪个更重要？你脸上这些五官哪个更重要？不重要的话，拿掉一个好了。你要留那么多头发干什么？像我这样多好啊！简单的。不要分，不要分，在牵涉到生命、牵涉到艺术、牵涉到精神的问题上，不要问哪个是重要，哪个是最好的。我受采访最怕一句话，你能不能说一句话总结？我操！我就想说我操，我就别我操。我能做的总是把所有问题简化，把很复杂的问题简化。可是我把很简单屁一样的事情弄得很复杂，我说过我们的教育，我当时跑的时候就是骂了几句，很简单，就把小孩当大人管，把大人当小孩管，然后把严这个简单事情弄得很复杂，复杂事情弄得很简单，这就是全国教育在干的事情。不承认就不承认，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你要干，你要骂这幅画，没有人拿枪端着说端了，你他妈十点钟之后要拿出来，是你要骂这幅画，所以当别人不承认的时候，帮你省事情，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最近在关注电影，然后看贾樟柯的电影，然后看这个说话也很奇怪，我最近在关注电影，你从人家宝贝说这话，你就说我最近在看电影，这都是我们语言的问题，你说 OK， 我现在关注你。
强烈的这个原始性，还有江湖气。谁有很强烈的原始性？我讲大哥。贾好人这部电影啊，他就是个县城里的混子，他自己说的。然后当时觉得是惊为神作的一个作品。然后当时我在网上也看到传闻，在纽约的时候讲到他的小舞，也发现就是说这个电影，我很感动啊。他电影里的，我小时候就这个样子，现实里晃来晃去，特点都是你这个，我没给抓住就是啊。关注个人和社会的这样真实的电影，跟第五代的电影。我这个都是文艺的说法，什么这部电影关注个人，什么关注底层，很简单，他在表达，他把他的记忆说出来，用电影说出来，就这样。不要关注，我们国家是最不关注人力的国家，可以听到了关注，在你们的语言上先摆脱这个影响，摆脱这个可怕的教育的影响，那你说他跟第五代的电影是？他会说故事啊，另外他不是电影学院正宗出来的，他凭自己活生生的经验说话，就是这样。第五代是文革刚结束啊，学了几个词儿，什么慢镜头啊，什么这种空镜头啊，什么这些，什么苍凉什么这些，就很起码。我很了解我这一代人，没什么学问，但是非常文艺腔，但有股激情，然后机会很好。文革一结束没人，咱们长大了。然后就拍一拍，他妈国门刚打开，洋人看见了，我操，中国还有还会拍电影，所以他们是最幸运的一代导演，我不认为他们是最好的一代。你去看看民国电影，你去看看共产党早期的电影，好一塌糊涂，比他们拍的好多了，然后贾樟柯之后，我觉得本人一个问题好吗？对，这么说，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北师大的学生，然后我考得很好，但是我现在就是在混，因为我真的觉得大学混得我自己很不爽，然后我觉得很无趣。我如果假如说我不是北师的，我可能有勇气过自己的人生，我可能去选择哪个东西，但是第一个在这放，就是你。就是很多东西你不敢去突破，你有的。我在很多展演会上，年轻人都会说到他的愤怒、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混。我只能这么说，你这个年龄啊，我们这个十八九岁、二十四五岁，他就是一个晃荡的年龄。我年轻也一样，我虽然混来混去、晃来晃去的那个理由跟你不太一样。就年轻就是迷茫的，但是您是自己选择您如何去混，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选择如何去混。那我可没有选择一个人就离开上海跑到农村去混，我可没有选择。我是被压上火车，几万人就送到农村去，我从来不知道选择这个词。我一直到活到30，到了美国我才学会选择，此前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无论是坏的和好的都被安排好。老师，我想问您一下，您认为我们中国人现在最缺什么？除了钱。就是我想问您，我们中国人现在最缺什么？我不想说的道德状况，我不想说的那么糟糕。就虽然今天的道德状况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状况，但是我仍然相信，至少在这个屋子里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善良正直，我不愿意放弃这个希望。大家都是人，只要有人，当然会有很多庸人和坏人，但是我一定相信，就仅仅这间屋子里面，我不愿意放弃希望。这个女生好吗？这个美女，我想问她说，来，这个女生，不好意思，几句话。对您讲的这一些问题，我有一个自己的看法。首先，我认为您独立自主，独立。作为一位知青的话，您现在明显已经过了年纪了。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不太认同您对于知青下乡的这一些，就是可能是您的感受。我的导师叫分金，他可能跟我传述的一些是从他的角度上来说，知青并不是说那么的痛苦，或者说那么的不浪漫，他们有他们的真实，他们有他们的本土。对，那么这个问题我可以另外开一个讲座，专门讲知青好玩的地方。还有我的问题是，就是说，回到您的这个兴趣和专业上来说，对于接下来就是，您对于就是画画方面，您接下来您能否自我判断一下，您会有或者说将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成就，是在我天哪，我。
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一个价值预设。一边在画画，然后一边想我再过五年我的成就是什么？完蛋了，那没得画画，没得画，你大概没有做过艺术啊。艺术是很专心、很疯狂的事情，就是你完全会忘记吃饭，然后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儿做啊，就像昏过去一样啊。什么都没想到成就啊。对，这老话题了啊，老油子啊。对，文化课就是没文化的词啊。那你想说什么？没有意见，要不赶紧放弃，要不继续考，考死为止。就是有志者事竟成，虽然这个志太憋屈了，为了考一个学校，但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因为考试不是要你死掉的事情，人死到临头都会想办法这个活下去，还没有威胁到你生命的事情，你就继续做下去，威胁到生命你就逃走，别死，所以现在青年人变得非常脆弱，都要来问我怎么办，不要告诉你怎么办，你去混去，把你推到水里去，你会想办法爬上来的，就这样。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女生好吗？刚才已经说了很久了，最后一个问题。半天了，半天。就是之前我看您那个推土集嘛，您不是说那个艺术家就是不爱上班的人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不是艺术家，但是我是就是非常喜欢画画，但我不喜欢上班。然后因为年纪大了嘛，所以现在这个大龄剩女问题，我觉得特别严重。因为我妈和我爸都支持我画画，然后我就画画，然后不上班没有赚你别结婚呢。但是也会赚一些呀，我妈也会贴我一些呀，她支持。但是我男朋友或者什么，他会觉得有负担，不支持我。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你的话，第一，我说艺术家就是不上班的人，这是我混到现在有资格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是没有上过班，我下过地，每天都要下地。那你如果知道，就整个夏天60天，你每天4点起来到晚上12点睡觉，你知道这个滋味在田野里面，你再来跟我说这个话，我不想上班。第二，剩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女儿也是剩女，这个是个人命运啊。都会过得挺凄惨的，这个有没有？应该是有的吧。然后所以我什么人，所以我也不鼓励大家学艺术，艺术是一个骗局啊！因为真的你没有特别好的才能，最好不要学艺术。现在学艺术人太多了，它是一个骗局，就是它就好像拿个羊肉在那儿说你有一天会变成那块羊肉，其实能变成的只有几个人啊，这个是有点偏才能。但是我觉得那个艺术不是在于坚持，它到底是在于什么？逃避展示自我，我现在一直展示到现在，掩饰，哦。你先请他说完，他是心理医生，你看，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您说。这个心理学上怎么解释？而且你是看人的时候，你是藏着球，还是下巴？因为我老花眼了，我有时候会这样。时间有限，同学们不好意思，时间有限，我们大家一起掌声感谢老师。谢谢，我掌声鞠躬一下。